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来了，包跟牛奶，我要的。嗨，我要的是什么？二蛋姐姐买了面包，要买面包，因为他九号就要过期了。哦，牛奶，然后还有跟我要的。他选，他原本要选 MM， 有一个是花生的，我问他给你住的嘛。MM， 可是我不要，因为我想吃你这个。哎，我给你看这个。什么？CSR 那天我们看到的。哦，好了。原来他做成这个哎。他订车十块钱就可以做啊！哎，那个不可以讲，他可以讲讲完。嗯，真的是哦，我看他远远的拍。要去啊！你去吗？你要去啊？你要去啊？你要去吗？就今天了哦。就今天吗？反正我们都出来好吗？哦，你会累吗？哦，还好。你有休？有休？是是是。我饿，我不是吃那什么。好饿。没有，我们应该没有那么早吃了，我们可以晚了吃一点再吃。然后你去外面拍照，拍那边拍照。哦，这边。我忘记把你喷喷，那个喷到哪里啊？等我的手信，我的手信给他喷到哪里？来，谢谢了。我们该去很多地方。等一下。为什么不走？哦，是这样。哎，你不用喷你自己，没有，我刚才不是喷你。我哦，是，我也要。走吧。好，我们去看看啦。OK， 我们前往 CS 吧。Let's go。为了栽培500万成为未来车神，我们趁着学校假期带百万来到新山 City Square Shopping Mall 参与 Street Racing 街头赛车活动，体验一把速度与激情。妈，还是给自己，因为他这边没有收钱吗？那我应该是这样子啦，问一下。我们是，OK， 好，就要去那边。哦，看来还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就是消费30块，然后去那边换那个，不然就是直接上面还10块钱，这样怎样？这项活动是从3月5号开始，至3月27号结束哦。只要给10块钱，就可以购得一张入场通行证，或者在 Shopping Mall 内的任何店面消费满指定数额，就可换取入场通行证，让孩子们畅玩卡丁车、遥控赛车及 Xbox 赛车游戏。那个书包拿吧。快点嘛，这是跑车。
菜单再多一千。好累呀、啊！好累呀、啊！好累、啊。呢啲咪就係叫做資質咯，好簡單嘅啫，即係漂移咁，點漂啊？一屈拉拉手掣，架車飆飆咁啊，咁啊點啊？型啦！他咪在挡面上，哈哈哈！老皮啊！你会买你的会驾车？会驾车。加油！不仅如此哦，还有精彩的赛车活动比赛，让你可以赢走丰富奖品。OK 的，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、小铃铛。哎、欸，讲对啊，顺序有点错，但是讲对啊，说，先拜拜，拜拜。Yeah.